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们呢。他们？对。你说的是国荣跟周星宇啊？对啊，你知道他们两个不知道怎的，他拼命在我的面前放闪闪闪闪闪，我觉得我的墨镜带坏了，三步了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？他们怎么放闪？他们就是。你说像这样吗？哦，我跟你说还不止这样，他们两个然后在我面前靠这么近了，这么近。真的吗？嗯，我还以为以国荣的性格他应该会是这样吧。我 no, 我跟你说，小月呢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进化了，他现在做什么事情他都不会害羞，你知道他还这样。真的假的？嗯哼哼，他还这样搂住我学姐。然后呢？然后，重点是哦，学姐啊，以为我没有看到，就这样，怎么左手抓着那样，安若晴，我真的是，我大概有算过，大概平均23秒的时候，他就会亲一次，我真的数一下。那把他们赢回来怎么样？怎么赢？15秒一次，这样 OK 吗？你这样不会累哦？这样15秒要亲一次很累。不会啊，我就不喜欢输，就算犯傻，也不能落于人后。我看呢，比厚脸皮呢，你是肯定赢的。绝对不会输。妈妈，不用担心我，没事。哦？什么没事？听不懂。我知道，你是害怕。我因为担心我爸的事情，所以才想要逗我开心的。放心吧，我没事，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没有疑惑。那就好。不过我真心呢，快被学姐他们三下了，你们好痛。眼睛痛？嗯。现在痛不痛？这边会痛，因为我觉得很嫉妒，所以我每天一直咬自己，真的很痛。啊，那看起来我们真的得好好的把他们赢回来，对吧？嗯。